在马尔代夫 Paradise Island 的水上屋的下面就已经找到很大条的海参了。今次这条是整个大木瓜这样的，我来拿出来看看。哇！一個手掌攞唔曬，冇嘅。哇！好恐怖啊！好啦。放上去樓梯度先。幾大碌？呢只又唔係紅色噃。好多幾千萬隻海參款。好啦，影完相就放翻去啦。